苏菲斯不能读音。那你现在撕了多少书了？教科书我全部都撕掉了。我留着会不会被你灭了呀？你留着看吧。你现在是开了一个餐饮店吗？对啊。就我长得特别像那个饭店的老板娘。哎，我真的挺喜欢你，特别喜欢你。有点紧张。到现在为止，你父母家里边不知道你的眼睛的事吗？不知道。让你受伤的人，他也不知道。因为他家境确实不怎么好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。非常感谢。本周日晚9:10，江泽彪《非诚勿扰》，敬请关注。